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，罗师傅啊可是最厉害的。成龙经典动作回归，现在拍电影之前都看卡通片，后期要做很多 CGI 合成的。什么哎？石像？石杰帅拼尽全力致敬龙虎武师。我是要请你来致敬的，我不是要你命的。龙虎武师 Never say no。 龙马精神，5月12回归大荧幕。